爹，你搁这干啥呢？我不是你干爹吗？你认错人了是吧？不是，看错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大爷。岁数都不对。哎呀，这么多爹呢？美女，你好，我是这个副导演啊，你长得挺漂亮，能不能到我们组里去演？我们那是大制作的，基本上我们培养出很多明星，我感觉你有这个潜质。你多大了？过来，大哥，干啥呢你？泡妞呢。你长没长心呢？啊，兜里一分钱没有，你泡妞啊？长得太漂亮了。想办法挣钱，挣完钱以后，啥漂亮妞，到时候你都会拥有的。看着没？群众演员都得那趴活呢，赶快去联系去，快去，啊，快点，快点。大哥，咱这次说给哪个电视剧招演员呢？现在哪个电视剧火，就说给哪个电视剧拍续集招群众演员，去吧。二来，那个这边的演员啊，我们这是《乡村爱情七》的剧组，马上就要开拍了。过来，干啥老看剧？《乡村爱情七》。辽台每周五都放，我要上相亲，本山老师、姜昆老师、老梁老师都在做评委，你上这喊着一看就是骗子，换个别电视剧。喂，那个对不起啊，刚才说错了，我们是潜伏二剧组，马上就要拍戏了，希望这个朋友们踊跃报名啊，现在招群众演员一名，这个长得磕碜点的越磕碜越好，赶紧。磕碜的干啥呀？有漂亮人为啥不找漂亮的？你漂亮的谁上咱这扯犊子了？哪儿喊招演员了？来了，对面的沙老头，沙老头，听到哪儿招演员没？哪这儿啊？我你们这是招啊？对，什么剧组啊？潜伏二。真假的？啥话呢？这老板搁这坐着呢，知道他是谁不？孙红雷亲生弟弟，他叫孙黄炮。炮哥，咱俩别套近乎，这是明星家属，脾气不好。想上戏啊？想，做梦都想。交钱啊？还交钱呢？报名费吗？交多少钱呢？那得看你能演什么角色。那个老板，我什么都能演。呀，这怎么有备而来呀？这我看啊，汉奸钩，汉奸丁，伤兵乙，土匪丙，还土豆丝呢？这个都是丙丁乙卯的，没演过甲了 A 啥的没整过。演过，这是大奸甲，那还有个点呢。没看着点，太监演过太监，整两声我听听来，试试戏。行，没问题。皇上口谕：有本早奏，无本退朝。皇上，哎，你是演员吗？啊，你上这混事儿来了？那太监是像那声吗？声太粗了，太监得是这种声音。你看，皇上口谕：有本早奏，无本退朝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翻牌子了。滚犊子！这你是还是啥戏呢？不是大哥，他这嗓子太粗了，演不了。你回去吧。不行。啥事？王文明，说这好话。还挺会来事儿。能演他。这个太监也有真的假的，生粗点没事。你看他长得就活活一个太监。咱这个戏。是潜伏二，不招太监，招的是叛徒。
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的叛徒，你能扔吗？嗯，能。这挺冒冒咱打的这个形象还行，这都打的，我给他绑上试试气。好嘞，这真来呀、啊？那必须的嘛，演戏你。来，哟，别动，轻点，大哥。来，副导演试戏。副导演，副导演，快点！你是副导演，你喊谁呢？你。啊，对对对，不是你这一天老换身份，我都忘了我。真打呀！废话，不真打你演的能真实吗？等一下，老大哥，等一下，还没开机呢。嗨，能不能行了？嗨呀，开机，预备，开始。说，刚才跟谁接头去了？我没接头。没接头，手串哪儿去了？啊！烧香你都找不到，庙门大小王你都看不出来，手串你给他有用吗？啊！他好使吗？他呀？完蛋的玩意儿！老板，我让你演的叛徒不是乡村爱情的臊事儿。进一步，啊！我没打你，你喊啥呀？踩我脚了。说，那个，我吧，手上有个戒指，你要让我上那戏呢，戒指就归您了。嘴硬，嘴咋这么硬呢？这么硬的嘴，铁钳子给我拿出来。来点酷刑，把他手指甲都给我薅掉，要不然他不说跟谁接头了。滚你个逼！我薅你薅，我薅，真好。你干啥呢？我说薅手指甲，我给你个特写。试戏主要看演员的面部表情，上前面试试，哥找。不是，你戒指长肉里头了，好，演的不错，表情昏了，哥们儿醒，戏过了，醒，戏演的不错，这戏演的不错，这就过了，晋级了，真的，真过了，过了，那个咱把这个费用算下来啊，报名费、试镜费、水费、电费、打费，一共1800。这太多了，没带那些呀。没事，你把你这些衣服啊、服装啊都压着我公司，回家取钱呢，然后回来取。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我的公司。对，公司开在哪儿啊？还没租房子呢。你这戏啥时候拍呀？来年7月15。两位大哥，你俩这日子选的可不错呀。鬼节吗？拉的稍微长了一点，我这俩有一部戏马上就开拍，现在就开机，你们俩呀当男主角行不行？啥戏？叫《骗子落网记》。跟我走吧，我是警察。警察证？道具？什么玩意儿？道具？踢我也难一号。走。